万年考生拼公职，家人唱衰该坚持。我自己也是考了8年。为什么你对公职生涯有这么样的执着？人嘛，总是需要有一点头衔阶级来装饰自己。第一年考得不是很理想，那我说再接再厉，他只要用功的话，我认为他是有机会的。那考上了没有？没有。我爸妈都一直唱衰我啊，就想说你永远都考不上啊，你别屌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